这位施主已经赢了，施主请。玉哥，起来，你没事吧？ 你小子果然到这儿来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就仗着刀快。好啊，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来，叶文，不得对施主无礼。哼，施主，请回吧。 姐姐，拙者告辞。分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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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拙者告
侥幸赢了一仗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姫、拙者と共に戻るのです。私をここから連れて出るのなら彼らに謝ってからよ。お前ら少林寺はこんな汚いことをするのか。风雨说少林寺枉为禅宗祖庭，佛门至尊，你们今天都把脸给丢尽了。什么？你告诉他，难道他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了吗？大唐的时候就开始屡屡受我们天朝的恩惠，不思报恩竟然纵容倭寇杀我百姓。好啊，来，今天我就成全你，我跟你拼了。叶文，这位施主还有这位姑娘，你们离开吧。住職がね、剣は早くても型は何もないって。ここから私を連れ出すなら彼らに勝つか腕を切りなさいと。方丈师叔，それからね、そなたが手出しするなら生きては帰れないって。ならば拙者が見てやります。天下の少林寺が一体どの程度のものか。他说你们一个个上太麻烦了，不如一起上好了。什么？呀！住手！还是请这位施主带着姑娘离开吧。我们走。师叔，且饶人。平时叫你练功你不练，
现在丢人了吧？月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再也活不了了，像他这种人活着也没有用。一个人只有死了之后才会知道活着有什么用。哼，恶狗，最无能的人才会自杀。死なせてください。死んではなりません。ではどうしろとおっしゃるんです。つきまとわないでほしいだけです。行きなさい。走吧。月空，对不起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只想赶他走，没想到会这样。风雨已经走了，你也该走了。まだ行かないのですか。姫一人を置いてはいけません。今からどこに。警視に向かえ。原生版を探します。这个是紧要操敌简明条款，有了这个，你们在战场上的时候才会知道什么是号令，
所以每个人必须把它背熟。不识字的，问你们的少总、白总还有千总，我会随时检查。每背错一条，就打一棍。明白没有？明白。戚将军，李若兰求见。快请。是。将军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你这好干净啊。好，我是个军人。最近有没有计划进攻列表山啊？以目前的训练情况，进攻列表山就等于自杀。我知道你很想尽快找到你父亲，但是就我们现在整体来说还是处于防守阶段，暂时不能进攻列表山。如果只是等着倭寇来进攻，我们是不是永远也不可能赶走倭寇？我也想尽快改变这个局面。我本来想招募一支新军队，但是朝廷他不肯拨下军饷，那我只好用新军法来改变这支军队。新军法效果怎么样？效果只能在真正的战争中才能够检验。倭寇为患这么多年，我比你更着急，我很想现在就把倭寇剿灭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啊，对了，孙海清那边有什么情况？你想了解些什么？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比如说他跟倭寇有没有联系？好像没有。能不能帮我盯着孙海清？啊，如果你觉得为难，那也没关系。不会的。真的。啊，你回去之后，只要你发现孙海清有异常情况，你就立即通知我。嗯。可是我要想了解孙海清更多的情况，就必须要接近他。如果我能和他一起跟倭寇建立联系，那就更好了。可是你一旦被他发现，你会有危险的。我不怕，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怎么才能让他更信任我。那个新军法很机密吗？你想把新军法交给孙海清？是戚将军的人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你可以想象这把刀在你脸上划一下会是什么结果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说，你是不是和倭寇的奸细在一起？什么倭寇的奸细？我听不懂。还想骗我？你老实交代，孙海清是不是倭寇的奸细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哼！
不要以为戚将军信任你就能骗得了我们。你是不是和孙海清串通好了，想骗我们戚将军啊？我谁也没骗。还嘴硬、那你为什么要去军营？戚将军帮我找父亲，我很感激他，所以去看他。还嘴硬，我打！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，这什么？这是你们的新军法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是不是戚将军给你的？既然你是戚继光的人，你去问他呀。我偏偏要问你，说说，戚将军为什么要给这个东西？难道你是自己人？你是不是答应戚将军来做倭寇的奸细的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误会你了。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真想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交到列表山，让那些人把你们全都杀光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我打！将军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很奇怪，没有任何新的发现。也许他们换了新的联络手法。他们能换什么新的联络手法呢？我们早晚会知道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以后按这个训练。新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例，红旗向前，黑旗在后。怎么刚刚发的号令又要改呢？因为旧的那个很快就要落在倭寇手上了，我们要将计就计，在训练和号令上稍做些改变。你醒了，掌柜的。那些士兵呢？恭喜你，你通过考验了。那些士兵是假扮的，是你？你不觉得自己太卑鄙了吗？我要保护自己啊。放心吧，你不会白挨打的。我答应帮你打听你父亲的消息，可是你现在要做的是继续和戚继光保持联系，笼络住戚继光。你想下山？我无法躲在少林寺里享受太平。方丈师叔，如果你担心严世蕃为难少林寺，那我自己去。
万一发生任何意外，也跟少林寺无关。这样严世蕃就抓不到我们的把柄了。我看谁愿意下山那是他个人的行为。那方丈师叔是答应派人下山了？我没同意派人下山，是你自己要去的。自己要去啊？对，都是自愿的。方丈师叔，那我就是第一个要下山的人。师兄，说吧，有什么事？我想让岳文下山。你决定了？要想成为一个大师，不仅要通出世法，而且要通入世法。岳文的根气不错，我想让他历练历练，将来还是要靠他们。但是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心性把持不住，如果师兄愿意下山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见过杨群吗？牧羊人每天都带着这群羊吃草。有一天牧羊人丢了一只羊，他就不停地嚷嚷，于是他就建了一个羊圈，可是这个羊还是照丢。师兄是想说牧羊人太笨？是狼太狡猾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有一天有一只羊回来了，就是这只羊成了领头羊，以后牧羊人的羊就再也没有丢过。为什么？那只羊受过伤，遇到过恶狼，他变得很勇敢也很机灵，所以牧羊人只有跟着他才不会被狼吃掉。是羊跟着他才不会被吃掉，这有什么不同吗？反正他已经成了领头羊，牧羊人跟着他也是一样。其实这钱不是为婉儿拿的，是给师父拿的。哎，聪明啊，二位师兄怎么会知道的啊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还敢在戒律院面前撒谎。我没撒谎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师父长那么胖，饭却吃不饱，我就是想给他买点零食吃，可是我又没有钱，我总不能拿外人的财物吧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听你多说了。月满，按照戒律院的规矩该怎么处理？你现在就回去拿你的行李，明天离开少林寺吧。
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少林寺的弟子。二位师兄，就算我真的犯了什么错误，你们也不能把我赶出少林啊！即使圣贤也会犯错的，圣贤也允许人犯错误啊。但是圣贤绝对不会在同一个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。二位师兄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不必多说了。回来了，你怎么了？又想家了？我们明天要下山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方丈师叔允许你下山的。嗯，你是被方丈派下山的，而我是被赶下山的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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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人家收了徒弟，把师父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可我收了你们两个，连个好觉都没得睡，真是麻烦。师父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弟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您留下的，师父，我给您磕几个头吧。走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爹娘不要我了，现在就连少林寺也不想要我了。师父，你帮我阅文吧，少林寺是他的家，除了少林寺之外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师兄，方丈，方丈师叔，岳文，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是来向方丈师叔告别的。岳文啊，下山以后就没有人监督你了，全靠你自己了。一个人犯了错不可怕，怕的是他不好好的改。岳文啊，不要难过，如果你修行好的话，还是可以回少林寺的。我不会再回少林寺了。哦，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可我的亲爹亲娘却抛弃了我，现在少林寺收留了我，我就把少林寺当成了自己的家。但是没想到现在少林寺也要抛弃我，我现在才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慈悲心。我要去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有慈悲心的地方。难道少林寺没有慈悲心吗？方丈师叔，你看我的师父胖不胖？嗯，我师父这么胖，可是每天吃的都是跟大家一样的，他怎么能吃饱呢？可是我师父的修为高，
即使吃不饱也能忍得住，可是做徒弟的照顾不好师父，心里怎么能过得去呢？胡说八道。师兄，你吃不饱吗？不可说。哦，这么说你很有孝心呐。我再有孝心有什么用啊？我再有孝心还是被赶出了家，我再有孝心还是要被赶出少林寺。玉剑在，岳文也是无心之过，让岳文留下来吧。方丈，这不行，我还是走吧。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岳剑师兄会很为难的。岳剑，你怎么说？岳文，把东西放回去吧。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怎么能放回去呢？你难道想让我给你赔不是吗？谢谢方丈师叔，谢谢岳剑师兄。方丈师叔，你不能不平等。怎么？第一个自愿下山的是我，你为什么不派我下山啊？不罚你已经是对你格外开恩了。师父，少林寺果然是个没有慈悲心的地方。你已经留下了还胡说八道。那么你说说，少林寺怎么就没有慈悲心了？方丈师叔，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要在地狱？他要拯救地狱里的众生。难道世上的众生就不需要他解救吗？地狱里的众生更多，受的苦难更多，所以他发誓要解救地狱里的众生。那地藏王菩萨是不是很伟大？是。岳剑师兄，你说在少林寺里面谁的修行最浅，犯戒最多？这还用问吗？你自己照着镜子就知道了。那就是说，我现在是最需要得到帮助、最需要锻炼的人了。方丈师叔，我现在确实是最需要得到帮助和锻炼的人，没有谁比我去更适合的了。师兄，你说呢？我也不同意岳文下山，可是我说服不了他，反而被他给说服了。就是说，师兄同意岳文下山了？我只是同意了岳文的建议。掌柜的。嗯，杀了戚继光？为什么要杀他？是上面指示下来的。你打算怎么杀他？
不是我杀，是你杀。你可以下毒，或者是等到晚上再刺死他。总之，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手段，只要他死就行。你杀了戚继光之后，我就帮你打听你父亲的消息。怎么，你不是喜欢上戚继光了吧？做奸细最好不要轻易喜欢上别人，别说得不到任何消息，反而命都保不住。我道虽然锋利，但是他毕竟只适合贴身肉搏，只要我们用长枪对付敌人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不给敌人机会接近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将敌人击败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兄弟们，咱们钱总大人回来了，来的过来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又来了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全都给我回来。兄弟们，咱们钱总大人商好了，说下午请咱们去喝酒，晚上请咱们去玩，好不好啊？你们还训不训练？这么热的天你们还训练呢？倭寇还没到，你们就先累死吧。就是，走走走，先去喝两杯。啊，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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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全都给我回来。这样的军队我们怎么训练？不杀了刘千户，我们根本没法训练。可是我们能杀得了他吗？万大人到。卑职见过万大人。见过万大人。军部一直在催促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可你们却按兵不动。回万大人，我们现在还在训练。你训练，倭寇也在训练，可是我们连最基本的号令都没有啊。那是谁的责任呢？不是你这个做将军的无能吗？万大人，训练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。那你就任由倭寇占领我们的海岸吗？放心好了，时间不会太长的，只要有合适的时机，我一定会剿灭倭寇。我倒想听听什么才是合适的时机。哼，戚继光，你是在等暴雨把倭寇淹死呢，还是等大风把倭寇吹到海里？是特意来看你的。今天刘千总是清醒的还是醉的？你闻闻。刘千总，还要再来两碗酒吗？嗯，今天我要掌柜的好好的伺候伺候我。伤都还没好就想消遣我？还在挖苦我呢？我这棍子可是替掌柜挨着，再怎么说掌柜的今天也该伺候伺候我。你再闹事，不怕戚继光再给你五十军棍？谁打谁呀？戚继光自己的命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。迟早这宁波的卫指挥就是我的了。戚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掌柜的不在？在，刘千户也来了。刘千户也来了。
畜生，放开我们老板娘，我砍死你！